一帮曹军冲进学校，见人就杀，很多老师和学生无辜惨死。就因为曹少林不喜欢听到我们读书的声音，我看见曹少林杀人的时候，就像一个魔鬼。后来我就带着学生们离开了石头城。白老师，你们先安顿下来。我们浦城人可不是随便任人宰割的。没事没事的。来到了浦城就不用怕，表哥会好好照顾你们，放心。出去看看。你聋了？他们让你站住，你把人撞了，你想干什么？这就是你们城中最有钱的刘老板请我们来的，还不快开！一伙人贼眉鼠眼，我告诉你们，想进浦城就要登记。是你逼我的？你不就是个小地保吗？我王威虎初到贵境，就让我们给你来个下马威。兄弟们别帮忙。这招就叫狗吃屎。就这下马威没事吧？我哪有事还不打？赶紧出手！刘老板，哎，柯南，你别误会，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大了啊！这些人都是我请来的护院。没错，杨可南，军队都已经弃城而去了，曹英的部队随时可能兵临城下，你不是不知道吧？要不是我们刘老爷有远见，洞察先机，聘请护院，我们的安全谁负责呀？啊，难道靠你们保卫团就这几个人？真的打起来这些护院有用吗？杨团长，军队干嘛弃城而去？会不会明天就要打起来了？大家听我说，军队只是上前线打仗，并没有放弃浦城的人，大家不用担心。多少次要叫醒我吗？你明知道我爱睡觉就不叫我，你是想摔死我是吗？啊！你每次都这个样子，你再这样子，我下次不买东西给你吃了。好了，等，等就等，兄弟们，给刘老板个面子。
走。老板，帮我修修胡子。先坐。啊，马上。想怎么剪？你是谁？我好像不认识你。我是蒲城保卫团团长。八字胡、两撇鸡、山羊胡，剪哪一种啊？无所谓，我怎么剪都这么帅。哎，姑娘说你救了那些小朋友。对了，你来蒲城有何贵干？不是我要来这儿的，是太平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太平，我的马。哎，你想怎么剪？还在想。你做什么呢？我都想知道，今天没事做，明天也没事做。大哥啊，你能不能专心一点，帮我剃胡子啊？一个浪人路过这儿。什么时候走？这也得问太平，你有意见吗？暂时没有。哎，八字胡怎么样？如果我留八字胡，会不会更帅？你留八字胡看起来有点好色啊，像个坏人。那你能分辨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吗？伤天害理就是坏人。难道你还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跟公平？信，但光信不行，必须执行。没人执行，哪还有什么公义？嗯，对了，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杨克南。刻薄的刻，灾难的难，是克服困难的克难。哦，幸会。我叫马凤。天下虽乱，蒲城规矩不乱。没事早点走。我要做的就两个字，太平。跟你那匹马的名字一样，记得去登记啊。嗯，哎，剪完了，多少钱啊？你满意了再说吧。大侠，大侠，救命啊！能不能让我好好睡觉？大侠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休息了。我们见过的，这么晚前来，有一事相求。哦，我叫白灵，是一名老师。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你要什么，不过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一个这么随便的人。你别误会，我现在带着一帮无依无靠的孩子们去省城，但是路上危机四伏，所以想请大侠仗义相助，护送我们。你认识我吗？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不，我是一个除了好事什么都干的人。麻烦你回去吧。大侠，求你帮帮他们吧，他们的父母都被杀害了，
只有你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。只要你把他们送到省城的亲戚那里。好了，行了行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可不可以啊？我除了是个坏人，还是一个很忙很忙的人。我看起来很闲吗？你走还不走啊？我，你有没有钱？钱？对啊，我是一个很坏、很忙，而且很爱钱的人。我是看钱不看人的。100个元大头，你有没有？100。是啊，你有我就可以帮你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看你感兴趣吗？其实你这也不错啊，给你好好打扮一下，看来可以卖个好价钱。那我不打扰你了。我知道大家是想让我知难而退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老师，你为什么非得帮那些小鬼？来来来，把东西搬上车。一会儿吃完面就出发。小心点儿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。哎呀，真乖。哎，小心小心。好了，进去吃面吧。这么早啊，客官，我看你这身打扮来打猎的吧，是不是迷路了？来来来，快进来坐，附近的店铺都没开门呢。睡晚了一点，请坐，客官。我们这儿啊，山连着山，在这儿打猎很容易迷路的。那儿的人呢？不会是来自石头城吧？还真被我猜中了。您幸运呢，能逃出来。现在石头城的日子可不好过，被姓曹的接管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正宗狗军阀。狗军阀？曹英不是狗军阀吗？这个王八蛋狗军阀的儿子曹少林更是王八蛋。畜生里的畜生，畜生里的畜生，你跟他有很大仇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表妹本来在石头城教书，要不是那个曹少林猪狗不如的王八蛋滥杀无辜，那群小孩怎么会家破人亡？我表妹会那么惨吗？看，表妹来了，你不信的话可以问他，他亲眼看见那个混蛋杀人。
李铁牛说过，这一辈子都要诅咒他，死了一定要他下地狱，到了地狱永不超生。他别生儿子，生出来一定没屁眼。表哥别说了，让我招呼吧。嗯。哎，弄碗面给你，铁牛牛肉面你尝尝。好，不要放葱花。哎。你认识我？我认识。过来喝茶。求你放过这里的人。坐。我像不像一个滥杀无辜的人？就完了，我生儿子会不会真的没屁眼？那我生女儿又会怎么样？我做错什么了？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们互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杀人？杀人要理由吗？我八岁那年就已经开始杀人，那时候我爹就跟我说，儿子，没问题的，你想杀谁就杀谁喽，因为你是曹英的儿子。这是外力。哎，枉你为人师表，那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，怎么教育下一代？有强权就没有功理，有权的时候别人就会怕你，不怕你的那就是死路一条。我跟你玩个游戏，输我马上就走，赢你们全部都要死。就同你表哥弄的面有没有放葱花？选吧。你不选我选了，因为他一直在骂我，我肯定面里放了很多葱花。客官，铁牛牛肉面，吃热吃。我不吃牛肉。出去看看什么事。
这真的不关我的事。怎么？发生什么事啊？铁牛杀了一个石头城的老师和一个小孩，因为知识已经离城，所以由杨团长全权负责审讯这个杀人凶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要杀他们三个人？本来我只是进去吃碗面的，谁知道那个小孩过来抢走了我的枪，我打算拿回来，结果枪走火，跟着老板就过来打我，我叫他住手他不听，我就朝他开了一枪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骗人，你是故意杀的，不要再狡辩了。这么说三个人都是你杀的？是意外啊。杀三个人都是意外，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说，从哪里来的你也不说，还废话连篇。既然你承认杀了人，我以保卫团团长的身份判你这个无名氏死刑。阿亮，请红山。是，团长。根据法律，明天一早就将这个人的狗头砍下来。你要干嘛？我来接少帅。什么少帅？走。走。属下该死，来迟了。请少帅恕罪。他是当今曹英将军的公子，曹少帅。快放人！这里不是你的地方，你凭什么叫我放人？曹英是他父亲又怎么样？他是杀人犯，明早就要出去。我大军明日杀到，曹大帅接管着蒲城，我们就是反。放人！你们能打来再说，你敢过来抢人，我就将他就地正法。住手！不要乱来！你敢？
试试看。我要提醒你，他要是死了，你们整个城的人都得陪他。这上下犯法就是犯法，我是少帅也没有特权。放下枪，回去吧。是少帅。你只有一天时间。你们好好听清楚，明日一早我就带兵进城接人，如果曹少帅有半分差池，这个城就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是曹英的儿子，他是少帅呀，我们向他磕个头认个错，或者不行，他是杀人犯，明早就要处决。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柯南，那我就不跟着你做陪葬了。让开，让开，看什么呀，赶紧回家等死吧。我会尽快通知南方军来支援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你们先回去。为什么不把少帅抢回来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们人头不保的。少帅是什么人，你们还不清楚吗？不玩够他是不会罢休的。如果要大开杀戒，刚才早就动手了。况且，我们是要统治一个城，而不是毁灭一个城。他们是绝对不敢动少帅的。明天一早跟我进城接人。但是给我说了算。放屁，仗是大帅的红人，如果少帅有个不测，没命的不是他，是我们。就是区区几个地堡有什么可怕的。你要走了吗，马兄弟？还不走，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这里有一封信，是我在白姑娘的遗物里发现的。对不起，没有信封，所以我打开看了。信是给你的。孩子们现在都在保卫团。
下，白灵曾盟军相助，深知君并非薄情之人，君之逍遥白灵亦无意惊扰，但身为师长亦不可置学生于水火之地，奈何小女子身单力薄，难以应对，故彷徨良久写下此书，望君将学生平安送达申城。白灵愿终身为奴，鞍前马后任凭驱使，以此相抵100银元。空口无凭，此信为证。白灵顿首。杨探长，你今天帮白灵他们抓到了凶手，我敬你一杯，来喝酒。我工作的时候不喝酒。喝一点吧，以茶代酒。嗯，哎，真固执。探长，我问你，你今天做这个决定，难道你不害怕你家人没命吗？怕，就是因为怕才要面对，不能退缩。今天早上来接人的那个上校是我师兄，叫张毅，他那个人说得出做得到，武功极高，你斗不过他的。没斗过怎么知道？你想让我先算那三条人命怎么算？你刚才又要先敬我。嗯，做人呢凭良心。嗯，这些小鬼我会送去省城。你送？因为我有一趟不能退的镖。嗯，凭良心，我出去一下。不吃啊？喂，我看你印堂发黑，鼻毛太长，山峰耳，你活不过今天晚上。你不相信？不相信算了。少帅在哪儿？在地狱。
张少帅放出来。用不着那么着急，自己吊死，我保证明天成全你。明天这个城最少要死一半人，好玩。少校，营外有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看样子这几年过得挺逍遥的。还行吧。你挺适合留胡子的，挺帅。谢谢。武功没有你高强，至少还是个帅哥嘛。你确定？那当然啦，不然你试试。我试试。很久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，我试试。那当然啦，你现在是位高权重的张上校，谁敢跟你开玩笑？哎呦哇！你看看这两条龙，这一切应该都是你想要的了。现在只是开始，我想走得更远点。恭喜。你呢？你的大漠游历，游历的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就这样了。早就跟你说过，跟我一起打天下，就是不听。回来吧。跟你一起打天下。那我要做什么呢？先当个连长，几场仗打下来，我这个上校都让给你。连长听起来不错。连长，连长是不是要从这里打打杀杀到这里？到最后，我们现在到了浦城了。哎呀，说到浦城，浦城老百姓太可怜了。明天应该全部死光了吧？我说过，只要放了少帅，浦城的老百姓就安然无恙。你那个少帅是个杀人犯，他杀了三个人，一个是个老师，一个是个无辜的孩子。别说他杀三个人，就是他杀300个人。我也得保护他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只是不想看那么多无辜的人惨死。对呀，我就是因为不想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惨死，我才多给他们一天时间。师父教我们的正义。别跟我讲什么正义，你把镖局害得那么惨，你都忘了吗？就因为你所谓的正义，那狗官一把火被镖局给烧了，兄弟们流离失所，死伤无数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记得。早死啊！就是两下子功夫，也想截镖？你们这些混蛋！老天！你为什么没天理啊？那狗官骗了我的钱财，杀了我的父母，抢了我的老婆，快把老婆给我还回来！狗官，就算抓不了仇，死了多亏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老公，老婆，我要杀了你这个狗官！别管他。人渣！你疯了！妖在人在，妖亡人亡。难道当镖师就可以是非不分吗？难道就要让这人渣逍遥法外吗？你这一刀下去，镖局上下300几口都得死。指令，这是现实。
有强权没公理。师兄，结果现实是怎样？狗官都是秋后算账。如果你还当我是师兄呢，不要跟我为敌。谢谢齐丹。指令，让他们放人。沙帅，不是不是，沙帅，在下马峰，奉张少校之命前来救你。沙帅，我有个问题，随便问你，不要介意啊。那个，你出来以后，你打算怎么做啊？你会放过蒲城的人吗？呸！你当我傻啊？杀了这么多人，衣服都还是白的，但你心肯定是黑的。放不放呢？又是另外一个狗官。看来他想你亲自放他。你现在明白了，他根本不担心我放不放他。其实他喜欢的就是杀人。如果现在放了他，就等于将性命无条件送给他。希望南方军的前线打胜仗，早点回来，那蒲城的老百姓就得救了。透彻啊，不过看得透是死，看不透也是死。天快亮了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不过你想玩这个游戏，我奉陪。来了，老廖。来了，好啊。阿廖，阿宝说你有急事找我，什么事？是，跟我来吧。去哪儿？别走，别说。今天发生那么多事，你也没吃东西吧？吃个饼。喂，你怎么看着神神秘秘的？没事。认识你这么多年，你每次一紧张就肚子疼，到底什么事？刘老板想跟你商量，他有权宜之计可以化解这次危机。
你什么时候和他见面了？他的权宜之计就是让我把曹少林放了。你不会是信了他了吧？你谢我一次，这么多年我们出生入死共患难，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你好。我信你，不过没门。曹少林并非等闲之辈，他父亲是谁？大军阀，掌控十几万军队。你呢？一个小地堡，带着我们几个人，斗不过他，惹不起呀、啊。光仔已经死了，我怕下一个是你。怕下一个是你？我们伤为保卫团，你叫我放一个杀人犯？我没想到最怕的人是你。我不是怕，我是要救你。三十年我跟了你，三十年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他们说我是跟屁虫我也无所谓，因为我服你，你是我的头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这次你必须听我的，放人。我第一天做地保就有人跟我说过，做地保不需要很有学问，但要能分辨是非黑白，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。你记不记得谁跟我说的？那个人就是你。我也很服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为了一个曹少林死那么多人值吗？你去问问那些乡亲父老，问问他们想怎么样。不要跟他们说什么公义什么尊严，大家只想平平安安安居乐业，不要为难他。你以为我们跪下事情就可以解决吗？先跪下吧，保住性命重要。今天我们跪下，明天我们还能站起来吗？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还能抬起头来做人吗？我们不是奴隶，是蒲城的主人。我们越怕只会死得越惨。从曹少林踏进我们的家园开始，就已经是很不幸的事。我们没办法逃避了。对，我们可能会死，但是任何人都有一死，我们死要有价值，好吗？杨克南。想怎么样？是刘老板请我们来的。你还不明白？廖家长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走吧。刘老板说要立功请罪，杀了他就是功。信阳的，下了阴曹地府别怪我，我们也是求财的。有本事就先杀了我。哼。
走，硬是叫我送你走。全都站着干嘛？刘成，你派人杀死廖哥，我要你偿命啊！错，我告诉你，是杨克南得罪了少帅，害了自己的兄弟，连累了我们浦城的百姓去做陪葬。你听听百姓们怎么说。杨团长，曹军一旦入城，会把我们全城的老百姓都给杀了的。杨团长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放了少帅吧，求求你，你就放了少帅吧。克南，我的孩子还小，我只想他平平安安的长大，也不想你女儿明天就被曹军杀害了吧。阿廖和光德的死，我想没有人比我更难过。
我不是要报仇，我只相信杀人者应该得到制裁。可是杨团长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杨团长，杨团长，我家五代一直都生活在蒲城里，我今年都80多岁了，给我的后人留条生路吧，我求你了，杨团长，你放手吧。爹，娘，你二老快起来吧，起来啊，跪下，求杨，求杨团长，跪下，壮人，求求杨团长吧。团长，我人间自有公理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们杨家三代在蒲城当地保，一直以来尽忠职守，问心无愧。今天大家不再需要柯南，我明白大家的恐惧。天亮前我会辞去团长一职，放不放人由你们自己决定。保卫团从此解散。祥儿会喜欢广州的，他会认识很多新同学。多发一个月的粮饷给兄弟们，让他们上路。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有用吗？他要的是我，我在，他才不会迁怒于老百姓。对不起。少帅，少帅，少帅，对不起啊，少帅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你还不砸开他？哎，你不能砸。别玩了，少帅，少帅，你就出来吧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出来吧，少帅，
少帅，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错了。少帅，你出来吧。爹，嗯，你说好在婆婆家玩捉迷藏的，我等你，你快点啊。嗯，好，很快。来，咱这一圈看看。中。出拳好快啊，你的拳快得连爹都看不见，不过有点疼，轻轻点。再见，再见。团长，去哪无所谓，我们就想跟着你。跟着我干嘛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你觉得我很想带着你们这帮猴子吗？走吧。好了，我们先走吧。团长，多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希望有机会可以报答你。走吧，保重。杨团长，他们都走，你还留着。我的马车还有个位子，我送你一程。我为什么要你送？你送小孩子吧。你真不走？是。明知道自己会输？我都没做错，会输什么？少帅，少帅，属下来迟，请少帅恕罪。来人，开锁！哎，这锁是你开的吗？对不起，少帅。如果你不是我爹养的一条狗，我早把你给汤了。谁靠的我，就谁来放。是少帅。来人，提杨克南。不用了。
我在。怎么样？红差到了吗？我想他是迷路了。砍我的头还需要红差？我的头在这儿。砍！砍！我一条命可以换多少百姓的命？切！把头给你，你又不砍。好，你这么维护百姓，又这么想死，我成全你。先把他捆起来，让我慢慢玩。干杯，干杯！少帅果然是既英俊又潇洒，气宇轩昂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啊。英雄，英雄！今天你能来到刘府，刘府是蓬荜生辉，也是我刘某的光荣。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小弟坐就坐吧。吃饭就吃饭，这么多废话。吃饭，吃饭。啊，你真吃啊？一定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先跟娇姨姐姐去婆婆家，娘去陪爹爹，好不好？嗯。各位老师，这些小鬼就交给你们了。宋公公，别哭，听我说，以后你们长大要做个善良的人，听到没有？
妖怪。下。有些应该做的事情，我是不收费的。倒着喝酒好不好玩？哎呦，我昨晚跟你说古城会死一半人，现在我要全部死光，你是最后一个，你要撑住。放你谁？我是来给少帅送礼的。送什么礼？拿来看看。看似可以，但我怕你们关节不够，是非常非常非常机密的。那好吧，如果你们坚持要看，我还是拿给你们看。我要拿出来了，你们决定。带他去见少帅，收了他的武器。
外面有人求见，说要向你献礼。是来玩游戏的，叫他上来。是。哎，上来。哎，上去吧。少帅，哎呦，换了件黑长衫。不要乱来。哼。恭喜少帅夺得蒲城，在下有贵重的东西要送给你。我有礼物啊。是。哼，想救煮熟的鸭子吗？我看看什么。不要冲动啊，我马上拿给你。嗯，拿来。什么？我刚给你东西。什么？我刚给你东西啊。什么东西啊？少帅，知道你没礼物送，耍花招。我没有耍花招，我的贵重礼物就是帮你放了杨克南，替你积阴德，但现在没屁用了，你又多杀了一个人。切！我为什么要积阴德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上来吗？就是因为好玩啊！
要害我？我没有害你，我是来杀那个王八蛋的。你杀了他，等于毁了我，你明白吗？这样子好了，你帮我杀了那个王八蛋，我帮你杀了他爹，我帮你做大帅，你行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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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团长，老天是挑人死的。曹英的儿子，我是曹。我爹是曹英。还记得小时候练功偷懒被师父罚三天三夜不喝水不吃饭，只有你啊。我知道了，我那时候拿了一个鸡蛋给你，你感激不尽，你的故事讲了几百遍我都会背了。看在鸡蛋和师父的份上，以后我让你三分。你说的，以后我打你你不能还手。以后时代变了，镖师这一行干不长久了，以后我们还能干什么都不知道。谢谢。不用谢。你说过，公益要有人去做才存在。
数天后，曹英亲率大军开往蒲城，下令鸡犬不留，同时护国军回师，于蒲城十里外血战曹军，曹英兵败身亡。我该走了，有机会再来蒲城记得找我，我再帮你修修胡子。不说起，如果你想闯荡江湖做一个浪人，也可以来找我。我我要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做女侠。等你长大了以后再说啊。马峰兄弟多保重。保重。保重。马峰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不知道，这个问题就要问咱们太平了。